让痛苦跟我对话。死亡领域充满忧伤，冰冷的决心。谈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真和平共处。这要木牛才怪。
是亵渎泰坦领地。为什么你没有花火？你有感受到太阳的赠予吗？真是营养。拿这些牌怎么办？好像有点太少了，我没牌了。是说。
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在心中燃烧，好玩！冷静啊，李诺，你碰过更难搞的状况。快点动起来！我想的都过时。